哎呀，昨天一场雷暴雨下的，你看地上全部都湿的，这地很干呢，这个地也湿的不得了，挺好的。我今天上课又迟到了，我一觉醒来8点钟了，完蛋了，第一次迟到。下课了，看人家给我拿好了。前面这位她怀孕了，10月份生好像是。看一看今天我买的这个，不贵，才16.56。这个一个是8.99，9块钱，就是这个排骨。我闺女喜欢吃嘛，上次在好朋友家，他家花园里头吃的这个可好吃了，那我闺女要吃，然后今天又给她买了两个这个虾。啊，这个呢，看一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哦，同事给我的。他说是李子，我不知道，我要尝一尝。野的，这个是野生的，我要吃一吃。然后我今天要拌沙拉，然后还有土豆在里头烤着呢，在空气炸锅里头。哇，看这个烤的，现在开始刷这个酱汁了，它有酱汁的。哎，不错呀，它是有放了蜂蜜的。买的时候他会送你一包，这个不用自己调，他送的。嗯，看起来就好吃。Under sight， 翻一面，另外一面也得要。那。嗯，这个涂上去就好吃了。香吗？香。哇，烤好了这个排骨，看起来就好吃。我配了一点沙拉，看这个土豆烤的也焦焦的。我闺女就要吃这种焦黄的，有一点。哎呀，这个烤肉也好了，快。Nimm. Das ist durch. 那个虾又好了，撸串了，撸串。这次烤的时候你小心一点，烫啊！今天很多菜。对，今天吃了很多。很热。闺女就喜欢这样子，越多越好，是吗？对呀。那你吃不了那么多。但是很有感觉，所以要人多。看我闺女干活了，用热水。让他把这个弄起来，收拾收拾。现在开始我要喝啤酒了。哎呀，轻一点，大哥呀，你这倒的太那个了，瓶口也不知道干不干净，你就咔嚓往里头。哎呀呀，好了。呀 ，OK。Bisschen Schaum。往来了，现在我几乎天天一瓶啤酒。So, 天热了 ，das muss runter und dann du. Ja, ja, ja. 黑帮老大都是这架势，这待遇。那你是坏女孩。嗯，是的呀，手拿细长的雪茄，能是个好女孩吗？这个外头又要下雨了。我们坐在外头凉快凉快，风也挺大的。你这样干啥？弹烟灰在我手里头呀！你这还是欠揍。帝王。嗯，这是我买的德国的特色小吃，就是咸的这种的，也挺好吃的啊。国内也有的卖的。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我活神仙。挺嘛呀，年纪不大，烟龄挺大呀。年龄20，年龄16。